厉害哟！你看我手上拿什么东西？对，你看起来很简单，就是这里。想起来十多年不止，买了那张床到现在，今天给我想到，也很心急跟你们分享。哇，真的很大突破！为什么？有没有发觉我们当我们用那支枪的时候呢？等我上桌给你看，一朵一朵掉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教你怎么做那个东西，令到它当你用的时候很舒服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有的人说啊，可以自己弹吉他，我觉得很难，不是每次都可以，有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，有姐姐，哎，哦，因为你有人帮你手的嘛，每做什么东西都有人。所以你改变，等你一起帮你做东西，所以靠我自己来，怎么自己来了 ？OK， 那我首先呢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呢就是用慢节的，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那种汽水，你喜欢哪？看你怎么选择啦哈。咁啊，我给那个唱给你啊，当你没有人帮你手，当你碰东西，你准备那个那种打击。很好用，很好用，哈！我就是靠那个好帮手啦，啊，那个好帮手帮我手啦，啊，怎么好帮手真的很好用。我首先，我教你怎么弄那个先。如果你觉得那个不太好用，你放直接，放那个也可以，直接，将那个汽水那个是拉汽水的，将那个弯有两个洞。咁啊，两个洞咧，我就将一个洞咧完全封了，好像这样咯。嗱，呢个不是，呢个本来有的。嗱，我呢个做给你看先，等我上楼，我完全做给你看。嗱，我呢拖住，哎呀，不可以拖啦，因为它已经弄紧了，没关系。如果你呢个咧没有的，完全没有的 ，OK， 你要就这样的，呢度。用浅一点，因为方便它拉的嘛，所以浅一点比较好。那么将这里各种浆拖住这里，它就有个洞。那怎么锁起来？就是那个方法。这个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慢节的，慢节的。你看你什么粉色，因为每一个粉色不一样的。那个慢节的，那么跟它刚刚好。咁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弄？就是呢，给它小小的弯，然后呢，这样跨进去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啊？很简单哦，因为这里呢，它给你那个什么插进去的，所以你将你胶呢就这里放出来，你都一条竖板，一条拉板板。那边呢？嗱，当我们放的时候呢，就很简单。嗱，我教你绕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蛮困难的。咁啊，这样咯，嗱，这样个方法，这样啦，没有人帮我手了，就靠我这个啦。没有人帮我手，没办法的，因为，就是没有人帮我手呢，我就是靠我自己一个人来了，就是这样啦。然后呢，用这个胶枪。如果你没有两支胶枪，我就教你等一下哈，用这个。咁啊，呢度咁烘住嚟。咁啊，呢个为什么我发明呢个东西很好用啦哈？主要咧呢度东西就是这样的。嗱，我顺便一起教你，一起做啦。啊，如果你两个胶枪，就准备，准备什么？呢有个不用。这个麻烦了，这个夹子有两个夹子的，第一个夹子就是这种，第二个夹子是那种，那种是给小枪的，那个是大枪，撇得比较好了哈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咁啊，我首先呢，嗱，呢度跟你们说，等一下先哈。然后呢，譬如说你那个啦，我怎么一个人可以？嗱，你首先这里卡住这里，卡住这里。咁啊，然后咧，为什么我就说如果有两个人啦，肯定嗱呢度，这里就是，固定它，
因为那个有那个好处，它有了，跟我讲，我不用拿了，啊，缩出来，嗯，缩出来之后呢，哈，就很简单，因为那个已经红了了，没办法了，我就这样看。如果一条不够力的，你可以放多一条，你怕它不够力嘛？因为我们做东西，如果你喜欢放一条也可以，两条也可以。咁啊，将它缩住嚟，咁啊两条咁啊缩住啦，咁样就啊卡住，嗯，因为没有人帮你手咧，这个方法最好噶啦，啊，你啊，你已经控住了啦，咁啊，然后咧，你拉住，咁啊要怎么用咧？吓，呢度你看卡住这里啦，咁啊就将这里拉住，啊，嗯，本来系不够这么大。橡皮不够力的呢没关系，你可以缩短一点啦，你自己喜欢啦，因为我上次解释很清楚，我怕浪费个时间哈。还有这里，啊，如果下边就弄多一条比较它的力比较很均匀，啊，这样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怕不够力的呢，你橡皮很松，因为它小的你就拿小的，那么皮缩，那么我就一个，嗯，缩短了啦，因为你很便宜嘛，你很少取做一个也是蛮方便嘛。我将它卡住，我将它卡住，因为，OK， 将它卡住，咁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个字用它大太过一力的，太过箍得太过紧了，所以你要放松一点，唔好放咁紧哈。咁啊，两个啦哈，一个就拉上边，一个拉下边。咁当你用的时候，它慢慢会褪过去。褪过去咧，如果褪咗，将呢度褪好，咁你将自然它当你用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一只手。推着个，完全系靠一条橡皮控制住你，咁他自己慢慢弹过。因为如果有钉枪，我不知道啦。有钉，我遇到那个问题，所以我就研究那个方法，真系 very good。你看啦，啊，OK， 咦，就是嚟这里啦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呢就没有人帮手，因为你放在这里很难烘的嘛，烘东西放在这里怎么烘，对不对？丢下来吧，对不对？咁啊，然后呢，嗱，你准备那个东西啊。那咁啊，卡住嚟啊！如果你它掉掉粉嘅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做一个啊，就是呢个东西。啊，我发明嘅东西真系很好用。啊，呢，这个等下撒胶你怎么啊做一个小钉筒啊？咁啊，然后咧吓，我就将它皮索呢个东西啊皮索它很松啦吓，没关系。咁啊，真好它。然后哇 ，very good！ 咁啊，如果你皮索你的汽水罐啊，你拍半年嘅，咁你拿嗰种叫做双边胶纸，你双边胶纸，咁啊皮索两边嘅胶纸，如果你一个人烘嘅，没办法啦啊，咁啊，然后你双边嘅胶纸，咁样系咁粘住你。啊，粘住嚟，因为没有人帮你手嘛，咁你自己用双边嘅胶纸。咁啊，然后啊，如果你系没有嘅，用呢，这个啊，没有多一把嘅枪噶，没关系，你用呢，这个啊，呢个咁啊，连呢个粒子，我教你怎么做，等下试下。咁啊，做嚟咗之后咧，就是只个效果出嚟，跟刚才嘅软泥也是一样，我不用多长纸啦，跟呢个小枪嘅软泥是一模一样嘅。你知道我呢个小枪怎么做，那个大枪也是用同一个方法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哈。OK， 我就谢谢你啦，希望你明白啦，拜拜。